你也别生气了，今天的任务险些给小分队造成了重大的损失，责任在我。你要杀要剐都不过分，我背背肩扛怀里揣。我劝令了，老刘，我那份凭什么你扛？你有能耐咋的？我翟云鹏可不领你这个情，这事不能全怪刘哥，我就是自己去的，跟其他人无关。 还有我，头儿，为了整肃军纪，你出发吧。好，我成全你。头儿，叶雨涵，你把他给我放开。你把枪给我，雨涵，放开他。 你们以为头是跟我陆阿六过不去吗？错，他是跟我们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过不去。今天多选呢，我们能够全身而退，那完全就是侥幸啊！我现在想想都后怕，如果我们中间出现了你死我伤，那么除掉松本的任务谁来完成啊？是你，你还是李啊？ 我们不是正干了，鬼子想干又干不成的事情吗？你们说，我吃这颗子弹冤吗？冤倒是不冤，你吃，我也必须吃，我也不能落下。你们跟我玩法不责众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们，我谁都不找，就专找他陆阿六。头，头，头，行了，行了。 我们不是有约在先吗？这回我就倚老卖老一回，你们必须听我指挥，否则的话，我陆阿六才不会拿命陪你们玩呢。这话没错吧？陆阿六，陆阿六，姜还是老的了，你早就看出来了，会有这么一出。陆阿六，你再说一遍跟大家的约定。 我倚老卖老一回，你们必须听我指挥，否则的话，我陆阿六才不会拿命陪你们玩呢。好，我现在宣布，对陆阿六的惩罚是，你必须兑现自己的诺言。六哥，六哥，六哥。哈哈哈哈哈！